大家好，我叫小雷，这个是我的未婚妻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娜。什么意思？今天我来其实就是想和依宁把话说清楚，因为……那你说清楚干嘛要带人来？因为他之前给我打过一些电话，然后发过一些信息，然后我未婚妻都知道，所以我来这儿就是想把话和他说清楚，然后也让我未婚妻放心。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告白的吗？知道。你去他们公司是你选择的还是公司工作安排？这是公司上面的一个内部调动，然后遇到依宁，我也觉得挺意外的。但是问题是你还关心他呀？他说，我觉得只是上下级的一种关心。那不上下级关心，干嘛送人家到家呢？我觉得还等人家灯都关了才走呢。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男性基本的一个绅士的问题吧？是吗？我觉得对。你觉得一个正常的男人会给前女友发这种“我心疼你”这样的短信吗？是谁谁都会误会好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上司，你去关心下属的话，如果你不关心他，他怎么会努力工作呀？上司对下属的关心，更多的是对他生活当中的照顾。你伤不伤心啊？你身体舒不舒服？没有谁说心疼这两个字儿的。如果一个男人真的不喜欢一个女人的话，他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去对她好。如果只是朋友的话，如果只是上司的话，真的没有必要做那些让别人误会的暧昧的举动。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他你有女朋友呢？今天这样给他带来一个如此大的意外。我之前也有给过他暗示，但是可能他没有理解到吧。你给过他什么暗示啊？就是一些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，而且生活的挺好的。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。我在想，我们有那么多的同学，我每年都会同学聚会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？为什么你要把你的女朋友隐藏起来，然后今天让我误会？因为咱们每年同学聚会我都没有参加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我，你可以跟我说清楚，你可以直接拒绝我，没有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众羞辱我。我今天之所以有勇气和你表白，就是因为我后悔了。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，至于你接不接受我，结果我都已经不在乎。可是，所以我现在我觉得真的不一样了。四年之后他们人都不一样了，真的。我估计我现在只能跟他对上话，我只能跟他对上话。你作何感受？我们俩都是无辜的，对吧？我问一下小雷的现任女友，你的男朋友应该是准丈夫，跟自己的下属发短信说心疼你，你觉得这有没有欠妥？可能我觉得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可能也有一点，就是你认为不妥，但可以理解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你就不怕旧情复燃？我害怕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今天来就想看看小雷对他的态度跟对我的态度。就今天你男朋友把你带到这儿来的这种举动，这种向他来说明的这种方式，你作为女性，你作何感受？会不会有点太残忍？因为依宁总是跟小雷发信息，挺暧昧的，已经影响了我们之间的生活了。所以我过来也是希望能捍卫自己的爱情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大概一年前吧。那你怎么看他的前任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跟他说分手这事儿？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爱他吧。还是不够爱他，这事儿让人特别的。我只是想说，你们一年的感情和我们四年的感情相比，这个浓度你应该是明白的。
什么叫我不够爱他？你怎么知道我爱不爱他？是因为我之前放弃了之后，我现在想努力的去挽回这一切。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我希望你能就是忘记过去。女孩子比较实在啊，挺善良，也不愿意伤害依宁，内心也说出来自己最真实感受。我觉得男生有点装，就有一点我弄不明白，是小雷，你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约他吃顿饭，三个人见个面，为什么要在这儿三个人见面？其实今天说实话我是不想来的，是我未婚妻她鼓励我来的，因为我也看过咱这个节目，如果真的不来的话，我觉得当门打开一个空荡荡的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很伤心吧。你是意思是说你不来你心有不忍，对，所以你来，但是你又这么残酷，这说不通啊。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，把这几个字短信发过去，他还会过来跟你告白吗？我觉得我如果这么跟他说的话，他肯定会觉得我是在报复他，是在现在好像是我在向他炫耀一样。他看到你和你未婚妻一起走出来，并且是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，在全国观众的面前，他就不觉得你是报复吗？其实他不想来的，是我叫他过来的，因为我其实也对依宁也挺好奇的。你既然对他好奇，为什么不提前就直接约他，你们三个人吃顿饭，你对他的好奇心完全可以解决，但你一定要搞到今天这样一个大场面，气势恢宏的让他彻底的失败，所以你们两个真的都够狠。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他的前任去主动找他的，他只不过把当初的一个伤害变作一个动力而去奋斗而已。推心置腹，哥们儿，今天到这儿就把话说清楚，你是不是有一点刻意的报复，而把自己的女朋友雪藏起来，然后再刻意的对她好，有没有？说实话，没有人会怪你，因为我们都觉得，经过上一次她跟你的诀别，你有这样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。我没有，真没有，没有。行了，你别装了。对于一个心胸狭窄、一个不大气的男人，一个喜欢报复一个弱女子的男人，离开他是你人生最正确的选择。好像大家觉得如果只有这个男性在四年的期间过了很惨，过了很不如意，大家都心里舒服了，他现在过得很好，你就觉得他是报复。如果说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有未婚妻了，然后他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跟我们依宁说，我跟未婚妻已经快要结婚了，如果这样，任何人都不会觉得他有什么报复心理的。有没有报复的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，但是我要告诉这位男生，从今天开始，曾经他伤害你的，今天你也在现场伤害了他，过去的事情全部过去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吧。女主角她也没有征求男方的同意，然后自己去退婚，自己去怎么样，都是她自把自为的，所以她要自己为她自己的今天的孤注一掷付出那个代价。小雷啊，说实话，当年她跟你说分手的时候恨不恨？说实在话，肯定是有一点，是有那么一点，还是真的恨？有稍微多那么一点，因为我的出身不是很好，他的家人就不是很满意。在这分开的四年当中，有没有刻意打听过他的消息？他过得怎么样？之前刚分开的时候肯定是有啊，但是随着工作，我觉得我把我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了。说句实在话，如果一年前没遇上现任，在公司里遇上依宁，他又这么爱着你们俩，有可能吗？应该还是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以做那么好的同事。做同事是没有关系的啊，我觉得真没有可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之前他还有他的父母对我的伤害挺大的。我当时是喜欢你，我是做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当时只考虑自己的感受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我跟你分手了。但是你痛苦的同时我也痛苦，我没有办法忤逆我的家庭，我也没有办法和说服自己说将来你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。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真的错了，我当时不应该那么轻易的放弃你，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，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四年的感情，就算我们只是同学也好，我也觉得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我为了你，我婚都已经退了，我得罪了我的父母，
我得罪了那个男人，我现在把我所有的对爱情的这个仰望都放在你身上，然后你今天告诉我，啊，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只是让你误会了。一宁，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吗？如果之前我做的一些事情对你产生了一些误会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但是我真的不是有心的。我觉得咱们之前的感情是很好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我想要的幸福。我今天来这儿也就是想和你说，希望也能你自己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我也希望你能跟小雷就是以平常的那个心态去相处，然后同时我也很欢迎你，就是欢迎他干嘛？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吗？对，如果他不愿意我也不勉强。我觉得你跟小雷真挺般配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俩真合适，单纯的一宁跟你们真的不是一国的。我现在只想问一下一宁，我刚才已经问了你很多遍，我说各种想法我都问到了，我问你要不要开门。